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它的名字《极圣召唤》。这款风靡提瓦特大陆的卡牌游戏即将在 3.3 版本中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了。哦，难道说？没错，可以在《原神》里面打牌了。在新玩法的模式中，旅行者们既可以邀请不同的角色和 NPC 进行对战。It's time to